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上头脑到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在科学馆的出包车的店里啊，然后呢发现这娃娃好像有点少的样子哦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去其他店进货，走起。科学馆最外面的两排娃娃机，只要一币一次哦。我的天，这么佛的吗？好了，这里的币用完了，先放回机子里。放完继续进货。试试看这个兔子吧。哇，这个洞口都堵住了。这个说了洞口的，估计不太好弄。这台感觉就有机会了，还一币一玩呢，只抓卡两条腿慢慢拖出来。会逆时针转一点爪，重新呢调一下爪位。上面这个路飞应该也是有机会的。最后居然直接带到洞口了。
这台机的话呢，就感觉位置有点挤了。这有力度吗？这台机貌似也有机会哦，不过呢，两臂一玩。其实呢，我是想甩 A 点的安琪的。我洞口这个也太坚强了吧。玉桂狗的小包 A 点的枪位啊，试一下吧。哎，真是捡漏十年功，一招就破功啊。这个立起来有点尴尬的地方就是它包不住。幸好爪子倒下去的时候斜着去卡住它了。好多人在围观之前我玩的那台推推机。飞门跟爪多少啊？你不抓球啊？这个挂件看起来也有机会，不过之前被个大佬清了好多，所以就还是算了。
那么呢从其他地方周围啊附近的一些娃娃机店抓了一些过来，那么呢应该也不算太亏吧，还好还好。然后放进自己的娃娃机里面，大家呢记得爪子比较小，需要去抓一些比较小的一个闭合点。那么我是爱抓豆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